乾坤朗朗，夏日炎炎，很多爱好水上活动的人士都会到垦丁弄潮戏水，但是同样在恒春半岛，却有另一种更清凉消暑、让人冷静的选择。位于屏东县狮子乡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拥有茂密的森林，热带雨林植物阻绝了炙热的阳光，林间飘散着悠悠花香和芬多精的清新气息。园区里还有不同的景观步道，可以悠然踱步，也可以健行强身。步道两侧林立的树木和森林底层盎然的生机，则可以让人感性的驻足欣赏，或者进行知性的探索。重要的是，茂密的森林蓄养出丰沛的水源，潺潺溪水飞瀑流泉，不但创造出水底缤纷活跃的生命，也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感受完全不受污染的生动风景。这里是森林海溪流共谱的和谐乐章，更是听泉濯足、洗涤尘心的活水步道。由屏东风港往东，顺着台九线南回公路走13公里，可以到达排湾族人聚集的狮子乡。这一路从疏旷单调的海岸渐渐走向山区，恒春半岛的艳阳、干热的空气都将在转个弯之后离我们远去。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海拔介于175到650公尺之间，占地达1600公顷，属于热带季风雨林。民国54年接受联合国世界粮食方案，在这里实施林相变更。40年来，区内已经林木苍郁。此外，溪流、沙滩、瀑布、峭壁、谷地，构筑成一幅自然原始的森林景观。多样的步道系统更值得一游。涉水步道有3种走法，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像这个健康步道，那走的时候可以做脚底按摩。好，那但是等水，要是说这边下雨的时候，水大的时候来讲的话，有些游客来讲走这里的话，脚会那个什么，鞋子会湿掉，那就可以走这个空心装的步道。那这边有绳索，可以让人家能够扶着它，不会跌倒或滑倒，还有固定的作用。这个条溪叫双流溪，它是上游2条溪的汇合，双流，好是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子的。那它往下走来讲是到那个风港，好汇成那个风港溪之后来讲这样子出海。这边来讲的话，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来讲的话，很多的家庭啊小朋友来讲的话，可以在这边玩水。那这边来讲的话，事实上来讲，算是蛮平缓的，不过来讲很适合玩。那其他来讲转弯的地方来讲，有些地方水还是比较深的，那个地方来讲建议还是不要下去游泳，尤其是在瀑布下面。好，那个地方来讲的话，它里面有暗流一些的那个什么漩涡，那个地方真的很不适合跳下去游泳。最好的点来讲的话，就在双流桥下面，好，那个地方来讲缓坡，那边又有阶梯，好，那个地方是蛮适合的。那另外一个地方来讲的话，就在这个地方，算是第一个涉水区的地方，这边算是一个蛮大的缓坡，这边是一个很棒的戏水的地方，很多家庭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全家来讲这边玩水。那还有这边来讲的话，在夏天雨季的时候来讲，这边的那个什么河水有时候会暴涨，那暴涨的话，事实上来讲这个部分来讲也要稍微注意的安全。好，那若是有时候来讲暴涨到说这个涉水步道没办法过的话，我们沿路来讲都有一些的沿山的走山路的步道可以去走。涉水步道是双流森林游乐区里最受欢迎的步道，许多游客喜爱涉水溯游，直达游乐区的著名景点双流瀑布，一路清凉畅快，享受此地完全没有污染的清澈溪水。其实这里的其他步道各自有不同的风格，游乐区的管理单位还特别在园区里赋予了台湾蝴蝶兰，
游客行走陆地上的步道时，多了视觉和嗅觉的享受。这种兰花早年遍身台湾山野，曾经在世界多次兰花展览中获奖，但是由于过度摘采，目前在野外已经不容易见到了。在我们这个园区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鸟呢，尤其在这个草坪的地方来讲，我们比较可以常看到的是白吉林。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容易看得到的，就是看得到、听得到的，就是五色鸟叫声吧。因为我们说的森林中的花和尚，它会这么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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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像敲木鱼的咕咕咕咕这样子敲，好，你都可以很仔细，也很容易的可以在这个森林里面可以聆听得到。那你只要在这个森林里面看到一些枯树的地方，它比较容易站在那个地方。好，那除此之外来讲的话，在我们森林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些，就是像台湾蓝雀，它是一群的，一群的这样子育雏。那除此之外来讲，在天空里面来讲的话，很容易看听得到它声音的就是大冠鸠吧。好，它可以在随着这边的溪谷的气流来讲的话，它会这样子盘盘盘盘往上的盘。那它三不五时也会叫几声给你听。好，那在这个地方来讲也算是赏鸟很棒的。那除此之外来讲的话，还有梧桐，好，还有梧桐，那也是这边很特殊的一个，在南部地区来讲的话比较可以看得到。因为过了枫港之后来讲，可以看到来讲应该就是白头翁或者是杂头翁的，那这边来讲还很容易看得到它。在我们森林里面还有一种鸟是大在这边很容易看得到的，就是布农族的圣鸟，我们称它是红嘴黑背，它的嘴巴红红的，脚也是红红的，那全身来讲是黑色的。好，那这个地方它有时候会学猫叫，那有时候来讲在那边叫的声音来讲很多种，大家可以去欣赏它的叫声的美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在十月份的时候，国庆日的前后来讲的话，有一些国庆鸟在我们这个园区来讲也有可能可以看得到它。那当然啦，那时候来讲的话，眼睛可能要比较注意啊，看天空来讲的话，所一群一群这样子飞过来讲，大鸟它会在上面盘，它会在上面盘的，仔细看来讲还是可以看得到的。不论是每年十月间一波一波过境的灰面鸠，或者像大冠鸠一样常年盘旋天际长啸而过的鸟类一族，它们早已属于南台湾天空熟悉的身影。早年环保意识不够普及，鸟类经常被大量猎捕，如今人们已经了解保存美好的环境和多样的生物要比大量开发猎捕更符合人类的身心需求。在台湾的山林中，我们将更常看到、听到这些令人愉悦的身影。前往南台湾屏东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有多种路线可供选择，从北部南下高雄，除了国道三号公路之外，也可由省道台一线至枫港，左转接省道台九线，即可抵达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若由花莲台东出发，则可选择省道台九线，直接可达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旅游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行驶有多种大众运输工具，不论由高雄、台东或恒春搭乘都相当便利。这条步道呢叫做白龙步道，它是从游客中心的侧门哈侧方这样子上来的。那它整个的长度呢大概走路慢慢的走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就够了。它是一个很适合于初级的健行哈那种步道。这是一个基本上呢相当简单可行的一条小步道。很多游客很喜欢。民国
1953年的时候呢，我这边整个重新全面造林过，然后种了这些的所谓的可以实用性很高的这种的树种。